八字的天干和地支有三个相同者，其相同的干支便有如下的招式，如三甲天上贵，就是说八字天干上有三个甲者，可誉为天上有贵。三人夫部长八字天干有三个人，虽富但不久长。以下解析从略：三戊子同乡或离祖别家乡，三己父母别，兄弟各一方，三丁多乐极，手足也有伤，三庚是财狼，万里至田庄，三丙入祸乡，母亲产中亡，三次婚事穷，三丑四妻房，三寅独孤守，三五妻有伤，三害孤伶仃，三有守空房，三卯凶恶多，三未定空亡。再如三庚克一甲，三人克一丙，三鬼克一丁等。克哪位食神，哪位食神有灾，克父母，父母有灾，克兄弟，兄弟有灾，克命主，命主本身有灾。还有两丙两庚两生肖，两人两星两爹娘之说，二以天干地支的行冲化和看命运。地支的三有冲一卯，三申冲一寅，三卯合一戌，三子冲一午等，也是冲哪位食神，哪位食神有灾。妻宫受冲，妻子有灾，妻子被合，妻子有变，子女受冲，子女有灾。一四柱天干中有丙寅者，兄弟有灾。二四柱干支中有丙申遇庚寅者，干支天克地冲，主命主上身或病卒。三四柱天干有鬼丁，为水火交战，下克上为贼，主有心血之病，或父母有病灾。四八字生四阴三行权，照知命主在所行之县有关行诉讼。戊四柱中三行俱全，主命主有病难运或身体不佳。六四柱辰卯相见，必有行欲或腰脚之病。七子卯相行为无力之行，四柱有子卯相行，行入合宫，合宫受害，如年与日时相行，则主门户无力和破败。八岁柱为生命，岁干为头免，日时干克岁干，主头免之灾，如甲乙的年月干合庚，新的日时干。九男女天干五合，地支禄合多者，男主妻多，女主夫多，合多不利，女命由忌。十月电为五月，十柱地支有子，皆为月破，为家破离乡制造。十一丙丁的岁干遇人，鬼之生，招式有眼目之疾。十二四柱中己卯，吉流相见，主此人有妖病或跛足，或家中有妖病跛足之人。十三四柱至终身，四相皆又遇影，命主的必之有患。十四四柱中有鬼位，庚申的人，须防路遇到贼而伤身，破财或凶亡。十五四柱中天干地支以心丁，四害有互见，则主家中常因女人而起口舌是非或生官事。十六四柱天干有鬼以人，三干俱全，地支又卯有权，主门风不正，家中一生男女私情。十七甲子人逢庚戌，甲午日时，可在他乡立业。十八四柱天干地支全是直克干，直克干为解角克，此为早丧父母之命。十九四柱天干地支全是干克之，干克之为盖头克，主伤息克死。四柱中有二到三柱干克之，也主伤息克死。二十四柱干支三上克下，即四柱中有三柱盖头克，照是命主一遭官司。二十一四柱有三柱地支解角克，未散下克上，主受小人之害或祸欺小人。二十二四柱天干从上生下，为的天时地支顺生，为的地利。二十三四柱和胎元天干地支四梁俱立，顶至母亲男九，主母先亡。二十四四柱和胎元天干地支四阴俱立，此为阴生阳说，主先丧父。二十五四柱偏财遭进克或遭刑冲，乃父受短于母受之兆，为之父命先归。三从地支相冲看命运，倾向子午冲，一身不安，卯有冲，被曰失信，寅申冲，多管闲事，多情，四害冲，喜放服他人，辰戌冲，克亲上司，丑未冲，是多逆足，年之与日之冲，与亲人不和，日之与时之冲，克妻，日之与月之冲，冲犯父母或兄弟姐妹，子午卯酉未地狱之冲，主居地多变，辰戌丑为职业之冲，
主工作多变，寅申巳亥为职业，居地两相冲，主职业及居地多变。年之与时之同字，而冲月之与日之同字，或月之与日之同字，而冲年之与时之同字者，定地短寿或壮年高凶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